工联会是用八个字换今次特首的先报告嘅，就是方向正确，有待延续。一向都欣赏智慧的承担，感受到他言行上。譬如提出了取消对冲的方案，当然我们要再咨询工会同工界的。我这样形容啦，取消对冲呢 ,GY 呢就真的比较具体，都欣赏的承担有具体方案。我们认为方向正确，有些譬如康文设施的增加，长者福利的增加，有个加强版或者高额的长者生活津贴，那这些都是我们赞赏的地方。在一些部分的勞工政策上面呢，就未有一個具體的落墨，好像標準工時啦、17日法定有薪假期啦，都希望能夠樹立到的方案，讓下一屆的政府可以繼續跟進。香港做特首任用過幾年，都在一些環節特別扶貧方面都真的續續幾年都是有進展的。香港那麼複雜的政治生態，那麼多利益的不同的意見，的確是有迎難而上的。